还是名利弄啊，弄哎，每都要好几次去练，练到哦，我已经很习惯你呢，不住这个外境。为什么？因为咱要外境无常。因此，从这里到这里哈，这个部分叫文字，过来的是观照。过来的是实相，所以了解缘起性空，这是跟他都开戏呢要修个不懂哦，也要三大阿僧祇劫，要常习惯于无常。就是要习惯放下了哈，所以只是讲，有人来问你哈，问一个修行人讲哦有足侪烦恼的代志哦，是安那迄事拢讲放下，那会甲咱讲放下，都放未下，要放下。所以呢，原则上也要奉法的人吼，一定是哦解门清楚，才有法度奉法。解门无清楚吼，你免来奉法。什么是解门呢？缘起性空是解门。因为这个情形足常发生的吼，足侪初学的人拢去问事，讲我这厝内有遮侪问题吼，我问题，我有足侪烦恼，还无法度解决，到底是免啦？有那些事拢无爱讲伤侪吼，因为迄一讲来吼，啰啰长吼，讲袂了吼。过去较简单讲放下。哦，略路广未解，有广路略。义词那我都还不是讲，这条文字波的是为了要解啊，为了要解啊，所以为了解你要多听，要广解，提醒波罗经来对付。范围偌济呢？现在玄奘大师翻的有600卷，跟他般若讲了8卷，内底内容偌济呢？迄大视频啊，那个好不好吃啊？迄是没有你广解呢？才讲哦，原来佛法是这么浩瀚，这么广大，要做的事情是这么多，是没有你对这個。对这无常更加清楚的，安尼你好。实际上吼，要略才好抓。所以《心经》哦属于略的，《般若经》最多600卷，过来加较少的吼，叫做《摩诃般若蜜经》哦，10卷，过来更加少，比如《金刚经》哦。有单行本的流通，更加少的比较心经，这一系列东西，由广入略，一足多要慢慢少去，但是要你要注意，还是要求广，所以希望呢，恁600卷的般若经呢，拢全部看了，安尼解如清澈，但是有的人吼，无时间人个。然后看一下这，之后来游略，略的愈来愈求愈少啊，变做《摩诃般若波罗蜜经》10卷，再来一个《金刚经》哦，禅宗五祖传六祖的《金刚经》，干脆搁较少《心经》哦，所以我们早晚课呢每天都要诵《心经》哦，哪搁较少呢？其实。整个般若经很大的范围里面呢，你只要把它注意这两句话，
差不多重点就拢伫进来底，叫做无所有，不可得，这两句吼。整个般若，整个般若经，你把它浓缩入略的话，就这两句话哦。无所有在讲什么？在讲境。不可得在讲心啊，这浓缩的心，这两句话啊，这两句是，我们可以从哪里知道呢？这论切进来的一个内。一个内容，就是说兔跟牛如果不是用脚来比的话，那其实两者呢都有，你若要比头啊，这嘛一粒，这嘛一粒啊，脚两个拢四肢，所以根本都无通去比，所以无通去比呢，找啥来比呢？找角啊，找角来比就钻牛角尖哈。所以避开料的避这两边啊，避这有跟无啊，所以去两边的时阵开始计较得出来，所以唯识五三自性片计指的是安尼出来。有时候你自己口袋里有多少钱啊，你不要去管它啊，但是呢，一看到人家口袋里钱怎么那么多，你要知道哇。哎，原来我的少了，哦，啊，我本来都唔知我家己少，安尼了解了吼，哎，啊，有的人吼，虽然安尼是安尼，伊袂计较，因为伊过去无始就已经累积吼，不太会计较的心，这片计值也低，无我也啊，无我也练得很行，所以吼伊。伊人个口袋里钱济少吼，伊对伊个心无啥反应，因为伊都袂重黑啊。这样知道吗？就是说，他看到钱眼睛不会花亮。啊，上面看人个业很重嘞，看到钱眼睛开始花亮。啊，就表示伊个宿世吼带来的业种就很强。我讲来讲，我来讲比较。有没有道理啊？哦，这我是为的，我是看的钱哈，我不是，我是看的美色，我看的美色眼睛就花亮，啊、哦，所以每一个人宿世带来的业都不太一样，哦、啊，开心的起两边啊、哦，然后呢，有的人就喜欢，没有的就排斥，所以贪嗔。两边就出来啊，主要是什么原因呢？无明痴来，所以三毒的是安尼来。那特别重要的就是这两个，特别要注意的就是这两个啊，因为脚的是筋啊，心的是想啊。如果你无积累起来，如果你无积累。啊，那电管吼没有什么问题。这样，如果你那不起妄想，哦，兔无脚，安尼那有啥问题？兔啊本来就无脚，安尼那有啥物问题？你这是讲哎、啊，牛有脚，安嘛无问题啊，牛啊都真正有脚啊。但是呢，加一个出问题，哦，妄心，以为啥？以为伊实有，伊未了解空性。啊、哦，所以这个部分叫做片计执，这个部分叫做依他起，这个部分叫做缘成识，所以唯识三自性，啊、哦，片计执、依他起、缘成识，啊、哦，这个部分的。
《楞伽经》里面，他这个部分是讲得很清楚的。那么要长成言成实的智慧，你要了解吼脚，脚吼那一部派来讲吼，叫做虚空观。什么是虚空观呢？把脚吼，不止脚了吼，任何相都好，只要你一个实体啊，你甲切做两边，啊两边内底吼。每一边各个切成两边，啊，就变四地啊，对不對？啊，四地吼，每一地各当各个切成两边，那继续这样切下去，有没有切完的一天呢？没有，因为各个切都两边，所以有没有最小而不能再切的那种最微细的东西呢？不存在，所以人家讲那叫做虚空。原来这不是实有的东西，这样这样敢听？原来讲吼，就是你唯心所现的相，那不是实有的。但是吼，因为你无数劫以来，你拢把它当作实有来看待，你不知道它是空。所以为什么这个观很重要？好，那我再问你们，想是由什么来的？想当然是依脚而来的啊。既然脚不存在，那妄心会存在吗？当然妄心就不存在了嘛。所以妄心可得吗？不可得，知不？所以呢，脚无所有，妄心不可得。般若波罗蜜，安尼，有甲恁开智慧。这是想粗的，骗句子，两边相计较。哦，过来，这妄心是依觉起的，这依他起。啊，既然呢分析讲哦，唯识不可得，唯识所现的妄相。哦，既然一不存在空性，那它实有吗？当然也。不存在，不可得，所以一个无所有，一个不可得，净跟性。所以放下就是这样放下的。但是呢，因为吼这边公开话头长，所以呢，师父拢讲啊放下，啊要信道就讲啊都放未下，要放下。啊原来的啊都，这拢唔知是咩啊放下。所以伊原是爱知吼才放得下。唔知吼，真歹放下，所以解门还是很重要的。所以这牵涉到，止观的毗婆舍那观法。那这款的思维，你心爱有，你心受粗吼，你无法度一下子。灰魂灰回来，人讲叫做灰魂啦吼。有那时啊，迄业障现前的时吼，足歹灰魂的，随业随做落。所以吼，凡事吼不要冲动，冲动的个性不好修，因为每户人灰魂，所以爱训练，让你心稳定下来。卖遐冲动吼，想冲动歹回魂，啊回魂了后，你开始思维者，啊思维者后，你就慢慢来，迄计较到我就慢慢来无去，一个取嘛吼，那来有吼，啊，这个爱牵涉的之类，对其。对脚起想，啊取呢取有，哦，这个爱取，哦，所以一个是属于依他的我爱，所以跟第七有关，取跟什么第六爱取，所以这种
关系到什么异业的异业啊，异业执着料呢发动生口业，那爱爱取有那人讲浓缩浓缩到尾啊，唔得安尼唔吼。啊，那有的人还佫无法度知道这是境甲心。啊，佮我还有一个最浓缩的方法哦，这个也是更少浓缩嘞，叫做应无所住啊、哦。这六祖坛经的哎呀，《金刚经》内底啊，六祖嘛听到在开悟。我下面因为无所有，不可得胜，不要住，不住啊、哦，不住啊、哦。爱跟爱当跟浓缩为 A， 跟浓缩啊。什么心？坚固心。所以一家是浓缩，浓缩跟浓缩，浓缩跟浓缩哈。哦，所以这个所在叫做无住，无住而什么？无住而安住。所以这个住跟这个住哈，依然是同名意义，这样了解吗？因为这个住跟这个住无同意思，这个住是不要着，不要执着，不要执着这个相。啊，这边不是，这边是安住，安住是坚固，安住哦。在这有两种的，有两种的看法吼，我形容给你们听吼。有的人吼、哦，对这世间足执着诶，足顽固诶，那应该是哪一种？应该是哪一种？应该是这一种嘛吼、哦。哦，有一款人是哦，择善坚固，人讲择善固执啊，应该是哪一种？这种的，这样，安尼听有无？所以你袂使甲当作迄两个拢执着，无一个有执着，一个袂，一个是择善安住。所以择善固执是好也歹，好诶。所以修是修啊，要有择善固执诶。这你也要分，这你不要分咯、哦，你唔知道要对什么人，要听什么人的话。哦，这你若不要分咯、哦，你唔知道要到底是。如果父母一个是这样啊，一个是那样啊，你也不晓得听父亲的还是听母亲的。哦，或者是师父跟你家人哦，一个是讲这样，一个是讲那样啊，你不晓得要听哪一个的，啊、最后你分不清啊，分不清。哦，可能要听亲人的，就不一定是对，哦，所以我们看这里哈、哦，心常住坚固地观法身时、哦，虽然世间有种种的生死，但是心无生死，这地观法身时。地观法身时的观无常，所以坚固常的心的观无常的法，
讲简单吼，但是吼要达到这种程度，要修好久。好，再来我们看下一段。所以尊者二十一耳说四法时呢，大师心曰：诸多闻患恨者，闻尊者二十一耳所说，皆大欢喜。而时尊者二十一耳闻佛说法，欢喜随喜，作礼而去。而时世尊知二十一耳去不久，告诸比丘：善心解脱者，应如是计说。应如是计说的是讲哦，应该爱安尼方便来讲，就是爱有次第安尼讲，叫做应如是计说。如二十一耳的以智来计说，也不自举，不自举的不我慢，也不吓他。正说其意，非如真善慢者，还等其我慢的人不得其意，而自称叹得过人法。就跟他说现在很多修行人太高估自己，太高估自己嘛，跟这艺术感官自称叹得高过人法，自取什么损减。好，那今天我们就先讲到这里。